日提摩太第五章第一到二十五节。对人穷害新主人，是讲二个老的男子人，二百日的时节莫按其错。但是爱九百日，抢九百廿八日用。各位对个后生的人，你爱九百日，抢九百廿六台日用。是个老的五子人，你爱九百日，抢九百廿八日用。各位对个后生的五子人，莫如莫将莫只爱心思，你爱九百日，抢九百廿六枚日用。你爱照顾街道分婆人，耶路公司吃爱格莫技术呢？但是对莫路公的分婆人很有技术呢？你爱九百日技术，所以耶技术要照顾耶日爱格文章耶日爱的人。就是安样要灭上帝欢喜的，因为莫路公的分婆人。请伊担啥孩子耶？伊无慢人晓照顾伊耶？伊请希望对上帝，每日每日点祷告求上帝孩子。但是对撇着摩洛公的反叛人，上到念花花世界耶？安样的人其实都像是黑的人，烦恼伊很伤。隆重爱告八日的耶？你爱讲本结到新耶稣的人地，所以基督徒要上到暗处无缺点，坐上帝的面前。黑讲有人对基督教亲戚伊唔爱照顾，连耶稣教人伊也无照顾，暗样的人都无尊敬新耶稣的人，比唔爱新耶稣的人都高死。提摩太。初日穷办新主的人，结到无路工的犯婆人，爱拿来帮持的，出下爱如六十岁的犯婆人，请告诉他路工，甲如名声以暗好的人，比枪以暗枪打理的些人，暗烟接受人下初日不卡，爱世界穷新主人的脚，只是多出下。伊爱帮带伊出家来招待别人，按爱帮持苦多的人，个个按肯做出隆重好的事情，个个皆都行按后生的分婆人无落工个，唔是接许多来帮持，因为迄讲有一日伊念到爱搞落工个，伊袂帮下上帝的工作来去搞落工。所以基督徒每本上帝法，因为伊无做到起，伊实抢过个袂。个个迄讲结果后生个犯婆人，迄人来帮持伊袂变难事，伊袂弄黑个时间，虚人个木卡讲坏人，大利人个事情甲私生讲袂。因为有其他只无落工个犯婆人行唔对路，虚天无鬼头个。出海安样，爱爱结果后生的犯婆人犯高过老公，后有些人甲安强打理家庭，所以结条犯对新主的人，无认真来讲坏事家。迄讲有一只新主的人有亲戚，个个亲戚无老公诶，伊都爱帮起家里只亲戚，无咩麻烦穷心痛的人。所以基督徒同人要帮持到撇着无路工的犯婆人，真是无亲无戚的。做阿头大理信堂的人，迄个大理信堂大理多安好，安勤传上帝的话甲教导，应该爱敬重伊甲本伊教教的工钱。人比初心健康有安样写多，牛做电视的。你莫暗黑也在，但伊去说，各位也要安样写到。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工钱。迄日只做阿头大理信堂的人，本人家来到做水，你莫按假相信。处理有两三十人做证明，讲伊做水的。
还讲给豆大李新同的阿头，真实真明出如做吹。你爱搞把伊坐龙中心同人的面前，所以给豆龙中人也袂强。坐上帝的面前，坐耶稣救主甲伊托爱天使的面前，爱爱正经交代你。你爱停顿了龙中爱讲不二的诶。对别人，你莫想莫让莫接爱，甲莫占上占下。莫按脚骑手，多过一只人丢伊做阿头。人为迄讲伊要做吹，莫灭多你连累多。你爱装好好你切噶，爱亲枪莫就不点。有人望定多盼，伊做出一吹都安歇呢。但系也有人伊做一吹按旧样地多，也系安样切噶做出一好事情。如果按脚不人家看到，如果也看不到的，但是这看不到的，天朝过后也会不人家看到。Timotheus， 你都是按很没马爱好，各人本身按药，你没枪是拍水盒子，也爱是日日葡萄酒。